啊？你绿色先帮我分解掉。Sugar, stay. 你这把加2K。刚下手放了吧。那梦通行证讲过了吗？我觉得第一通行证好像没讲过哟，是没什么印象。不过我最近应该会去把时装给解决，我应该记起来了。循环知识好像还没讲哦。好，没有。哎，其实可以不用辨识就直接穿哦，真好用。因为大家的头像都还蛮可爱的。